的会见讯，到哪里别忘记要打卡，地铁里别说会短讯，下一站很近。我们的距离并不算很近，差不多隔了几千个公里，最美的距离是心跳在一起，就要和你这样的爱传给你，很多很多的表情，爱分隔在两地，谁都不愿意。这样的爱要给你很多的救命，更多更多爱要给你。This the love。想说的话就是谢谢你们对我的爱，过往为序，未来可期，新的序章由我开启。2024 S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全新出发，我是 SH48 Team X 的王瑞琪，我的宣言是由你决定，8月3日和我一起书写新的序章。